Hello，们，大家好,好，我是边总。那今天的维修时间比往常来说又增加了不少啊。那看来目前的这个活动呢，最后是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出现，所以这个影片呢，我们来好好的带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礼拜维修之后究竟改了什么样的东西。 首先呢，我们先从这个更新总览来看哦。这个礼拜呢，开放了圣物的觉醒系统。除此之外，当然也会有一些觉醒的这个卡池。所以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你之前觉醒的是不是刚好有在这个里面。再来呢，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。 这礼拜改版之后呢，因为上次有这个韩版的开发者信件嘛，那现在台版的开发者信件的内容，那这次改版台版也把这个开发者信件的内容把它纳入了。首先第一个是女神的祝福系统的优化，那这个就是呢，简单讲就是你死掉的时候，原本会需要这个买趴之外，你也要回复你的 H P m P 嘛。那以前的话呢，你只能自己补。 但现在你只要花费大概是复活蓝钻百分之三十的费用，你就可以去获，你就可以把你的 h p m p 直接回复到满。那这个是每一次都可以去使用哦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如果说使用次数多的人，在星期三维护之后，就可以获得这个称号“祝福的骑士”，它是可以有无视 PVP 伤害减免加一的。 再来就是它简化了召唤兽的显示，你可以把这个召唤兽它的简化显示呢变成是开或者是关。好，再来第二个更新呢，就是娃娃探险以及生物探险，它现在变成是可以批次的收回，然后呢再批次的让它一起出去探险。这样这个功能呢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它会有一个按钮，这个是非常方便。 那这边我们要帮大家补充一下，官方网站没有提到的这个重要的改版。首先，第一个是龙珠变成是可以存仓啦。再来第二个部分呢，就是所有的时间补充宝石重量全部变成零。那我自己身上的时间补充宝石。 换算成重量呢，跟我之前预计的差不多，因为我原本的身上大概是有百分之七十三的这个负重啊，那现在改版完之后只剩下六十二、六十三趴，所以整整降了十趴。再来第三个部分呢，就是一些龙钻啊，或者是蓝宝石这些，不论是刻印的、绑定的、制作的，或者是商店的，全部都可以存仓。这个改版呢，对大家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哦。好，除此之外呢，我们来带大家看这个礼拜的活动哦。首先第一个是雪萌奖励的强化。 这个活动你只要去血盟的捐献，一般捐献就可以了，它的奖励就变成了两倍。那有了捐献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来参加这个血盟的这个松木魔杖的活动。你只要捐献一次，它就会获得这个立式的奖励箱。那这个奖励箱打开就有机会拿到蓝色、红色或者是白色松木魔杖。只要有魔杖，你就可以到血盟小屋或者是奇岩城、肯特城去召唤这些怪物。 不过这个松木魔杖它是几率给予的，并不是每一次开启都会给你，它百分之一百会给的就是这个名誉金币一千个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到时候大家记得约定一个时间，一起到雪梦小屋里面去打自己的松木魔杖。再下一个呢，就是开发者的笔记，这个的话呢不用玩，你只要登录游戏之后呢，它就会在信箱里面直接发放这些奖励了，所以你只要六十级以上，十五天之内有登录的记录就可以去领取一次啦。好，接下来呢？ 就是之前曾经办过的活动世界大会战，那这个主要的区域呢，就是在傲慢之塔、信念之塔以及遗忘之岛这些地方，所有的 BOSS，包括傲慢之塔全部的十楼、信念之塔三楼，还有遗忘之岛所有的怪物，包括古代守护者，他们死掉之后，都一定会掉落一个指定的道具，比如说奥塔王的话，他们会全部掉落对应的娃娃卡箱。那如果是 信念塔的话呢，一样是王的这个紫色的宝箱道具这样子。那宝箱获得的道具呢，就像下面这些哦，常常会有紫色出现。那当然最好的就是古代守护者的宝箱，这边会给你一个神话级的技能选择箱。好在下一个部分呢，我们就要开始看礼包啦。首先第一个是双周贩售的商品，这些商品呢，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重复贩售的这个内容哦。首先第一个是奇缘商城的交易品，这里面会给你一个饰品的成长补给箱，里面也可以拿到水晶手环、皮夹克，还有这个龙之钻石。那这边特别 别留意一下哦，龙之水晶这一次它同步有开放这种加五的水晶去制作，这个部分是可以去用的。再来第二个礼包呢是帕拉格里欧的特别祝福箱，这个是八百九十元，里面给你三个硬币选择箱以及一个高级彩货选择箱，就如同它画面上显示的这一些哦。好，在下面这两包呢，三百元可以搞定哦。大家如果有需要这些抽卡啦或者是这个内容的话，可以去留意一下。 再来下一个呢是格力特的硬币补给箱，这个就是常态贩售了。那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一个礼拜的格力特凭证呢，它没有办法拿去制作潘朵拉的碎片。但是如果说你收集到八个，买到八个的话，你可以去制作一个红色妖魔。那这个部分呢，需要格力特凭证八个才能去制作。好，接下来呢，阿顿的箱子，这个礼包也是八百九十元卖你龙钻跟蓝钻，这样这个比较常态性哦。 另外还有这个潘朵拉的箱子，这个也是八百九十元，里面给你蓝钻之外，还有高级的祝福粉末。好，再来下一个，我们看这个戴欧斯成长药水组合包的这一个礼拜的制作。 那一般的制作来讲，它的这个内容基本上跟之前也是比较像一点的，这个都是属于这种几率制作。那如果说下面这些有保底制作的、啊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、哦，这个礼拜你可以用这种时间补充宝石去制作这种龙钻一百颗的，那你也可以用变身币去制作钓鱼少年保罗、艾尔芬、拉班。那瓦币的话呢，可以做海洋哈维、骑士帕克还有老虎，这个就不是几率制作，哦。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呢，可以考虑一下有没有要去制作。 好，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春季的综合补给箱。这个的话呢，是一千两百蓝钻可以买四次，里面有一个春季的高级才会选择箱，以及两个综合硬币的选择箱。那这个春季的高级才会选择箱里面，你可以选择其中之一哦。如果说你想小资一下、氪一下去拿东西的话呢，或许也是可以考虑到。 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个礼拜台服的改版内容以及一些活动的细节，我们跟大家特别留意。那这影片呢，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呢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我这边呢，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